咱出行有咱出行的这个使命，咱来知影讲，咱的使命是要做啥物呢？就是要救度流浪苦海的这个冤魂主，哦。这就是叫做大悲心的这个表现。因为呢，咱身为老师的徒儿，咱一定要知影老师的志向伫咧倒一位。咱老师的志向就是为着要救度哦，救六万人。三座普渡，最主要就是要救度这九六万人，吼，坐回天国。所以这就是安那，咱今仔日身为老师的弟子，咱爱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吼，这老师的志向，啊，搁为道场呢开拓这个成功的进路。吼，咱拢知影讲，这个、大悲心的流露呢，就是咱每一个一贯弟子。要有慈悲的这个慈悲心，吼、哦，这个大悲心，亲像讲咱的真贤呢，拢伫头前伫做模样，伫互咱看，哦，亲像讲咱王国大帝溥真人呢，一生清修，奉献伫道场，这就是大悲心。咱大德释真人呢，放弃着伊水果批发赚钱的这个机会哦，啊、哦，为着众生，这嘛是大悲心的表现。亲像咱即马大德林真人呢，伊呢。世界到处为家，吼、哦，道场就是伊的家。虽然伊的家庭是伫个新加坡啦，但是伊一年转去新加坡的机会足少的。伊就是安那，到处为家，吼、哦，处处为家，道场就是我的家。哦，这也是咱今仔个一贯地主呢最大大悲心的一个流露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若讲到这前因辈，因这种的，就是予咱的典范，哦。啊，人讲道亲呢，咱来看讲，伫个日本有一个叫做莫广亮，这个故事咱听过啦吼。伊呢敲了十八万户的门，为怎样伊会安尼做？这就是大悲心的展现。所以咱今仔日呢，咱今仔日坐这台哦，宝光建德天伦号，咱坐这台发船呢，咱就是要具备这种的大悲心，要来救度众生。所以咱大德林真人呢，有甲咱讲。讲咱建德人才要清楚明白，什么叫做建德的人才？咱在座诸位就是佛光建德的单主人才，包括护学嘛是同款哦。咱建德的人才，咱拢爱了解，因为呢，咱今仔日佛光建德这个道脉，吼、哦，今仔日有法度道务办到这宏典，道场这舒适，哦，这庄严，咱莫袂记哩。这就是真人因辛辛苦苦开创来，咱佛光建德的道脉，为显化大地，将这个道经济带来台湾了后呢，经过历代的真人，安尼千辛万苦，才开展出咱佛光建德这个道场。所以讲，真人这种的开放的路程呢，呕心泣血，筚路蓝缕，所以咱爱知恩感恩哦，那不是真人。大德，因的诸心愿力呢，咱今仔日无法度享受这种的道场，何来呢？这种的佛光的普照，所以咱爱感恩。啊，感恩呢，咱要咱来做，都、就是学习真贤，哈、哦，因的脚步，学习因的典范，哈、哦，做飘官立典范，啊来推动道务，做点灯师得力的左右手，安尼咱才能讲是。代表佛光建德的好模样，咱佛光建德道亲非常非常的多，啊，咱单主人才就是爱做一个标杆，做一个模范，和咱的护学呢也要来学习，所以这就是咱今仔日吼坐这台法船的使命，啊，搁再来呢，咱知影咱的使命，了解这已经了解，啊，爱来做，所以咱这台法船开出去呢是有任务的哦。所以这台法船的任务就是要做安怎呢？弘扬大道，普传万国九州。哦，这个弘扬大道，吼、哦，传遍万国九州呢，这不是喊口号哦，不是像咱讲“中华民国万岁”这种的，哎、喊口号哦，这是实实在在安尼在做的，因为真理天道的福音嘛，是咱全世界人类的希望。所以讲，全世界。就是需要这个天道的传播，
需要了解天道的究竟众生，所以这就是咱的责任，咱的任务。咱拢知影讲，咱即卖道场，已经传遍世界五大洲，已经传遍八十几个国家，可见呢，咱这个道务的推展是非常非常的宏大，因为咱师尊师父呢，办的是普渡修缘。所以咱普渡修缘，不是讲咱看到咱台湾这些众兄弟姊妹呢，包括住伫世界各国的呢，诶，这众生呢，拢是咱师尊师父要度化的这个对象。所以讲，咱就是爱发出迄份心来，弘扬大道，普传万国九州。所以，会记得讲，这个一首歌叫做《梅花》，咱会记得无？这刘家昌哈，以作词作曲诶，伊讲。梅花，梅花满天下，有土地就有它，是不是？咱今天会用怎么说呢？天道传世界，有众生就有道场，各位咱讲是不是？有众生的所在，就有道场。咱都知道说，咱台湾啊，咱政府推演外交有困难吗？很困难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政府外交推演不出来，换做咱呢来做国民外交，政府的外交的邦交国，咱的邦交国足少的，拢足细的国家的。但是咱做国民外交呢，咱一贯地主啊，推行道务出去，拢是去个大个国家的，所以政府做袂到的，咱做甲到，是不是？所以咱的任务是不是喊口号？不是，咱是脚踏实地，有实实在安尼来做。所以咱保光建定咧，已经传遍世界各国五大洲，尤其咱天伦道场嘛是同款，咱的道务呢，伫个即个菲律宾、泰国、中国大陆、西班牙，拢办甲非常的好，这就是安那，这就是咱的努力，咱的努力，这也就是咱即个大愿心的即个坚持啦，什么叫做讲大愿心的坚持呢？因为你若无迄个愿，路行未出去，所以讲这个愿非常的重要。愿力，就是咱行出去的，这个行动力，会当成就一切道务的力量，就是爱靠咱的愿力。所以咱爱这个道音传扬，扶持建立的道脉，爱来延续。所以咱保光建立在世界五大洲呢，拢有了这个开放这个佛堂，尤其呢。咱大德林真言，伊讲过一句话，伊讲吼，只要咱历任的真言有行过的国家，咱绝对要去甲伊开放。这就是这个真大的愿心愿力呢。所以咱真言有这大的愿心愿力呢，咱就是一定要。